导航，去医院。请问你这是怎么了？喝牛奶受伤了。喝牛奶怎么还受伤了呢？我正喝着呢，那牛突然就趴下了。哎呀，你这腿太严重了，你这得截肢啊，要不病毒会继续蔓延的。那我得从哪儿截呀？从眉毛以下截。那我还剩啥了？剩个天灵盖。哎呦我的妈！导航在哪？你火了，都说你老厉害了，咱俩玩对视敢不敢？你这猪的智商还跟我玩？张一莲，南通州，北通州，南北通州，通南北。男学生，女学生，男女学生，生男女。鲜花不红，红花不香，玫瑰花又红又香。想屁不臭，臭屁不想连环屁，又臭又响。树上有只鸟，鸟摇树也摇，树摇鸟也摇，鸟都飞走了，树还摇三摇。你去厕所去尿尿，尿摇鸟也摇，鸟摇尿也摇，尿都尿没了，鸟还摇三摇。哎我去你妈的，气死我了！导航，带我去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，我睡会觉，太困了。睡啥睡不知道，是个啥条件吗？哎，你也啥？还不赶紧去拉活？你上有老下有小，房贷月月还得跟朋友要。那我困了也不能不睡觉啊。睡觉可以，你先去给我买瓶饮料喝，我喝饮料你睡觉。那为啥呀？躺在车里你乱叫，没事就把导航报，牛鬼蛇神边上哨，我往你头上撒泡尿。看这个你都啊。导航，去洗澡。请问你是洗南方风格还是北方风格？这有啥区别吗？当然有了，南方人觉得北方人一周洗澡洗一次不卫生，北方人觉得南方人每次洗澡不搓澡不干净，南方人喜欢在家洗，北方人喜欢出去洗，一周至少一回，在家的不算。南方没有北方洗的时间长，几个东北老爷们一洗能洗一宿，大池子一通泡，身上泥搓的嗷嗷掉，男的搓澡搓两面，女的搓四面。停，为啥女的搓四面啊？因为男人搓澡像烙饼，翻一次身搓两面，女人搓澡像打滚，翻三次身搓四面。我咋不信呢？不信你做个变性手术去试试。哎呦我的妈。导航，今年多大了？我今年80多岁了。80多岁你都老了，我还是黄花大闺女呢。那我做你男朋友怎么样？你真的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我哪点不好了？你走路罗圈腿，吃饭吧唧嘴，跑步像头猪，笑起来像是哭，拉屎从来不关门，放屁熏死一屋人。你说的这些我都可以改的呀，关键是生孩子太痛。导航，你猜我去哪儿？小崽子，你藏起来，我找你呗。你逗我呢？开个玩笑，我就想问一下子，你这导航咋导这么好呢？因为我爸爸就是干导航的啊。那请问你段子录得这么好，你爸爸也是录段子的吗？我爸可不是录段子。那你爸爸就是看段子的呗。恭喜你丰收了。哎呦我的妈！我呀，我是我们老板的左膀，当然了，我们老板呢，他也有右臂，当然了，这右臂长什么样，到现在我都没看过。当然了，我们老板干啥活都让我这个左膀干。当然了，我们老板不是残疾，当然了，我们老板也不是断臂，当然了，我们老板更不是杨过。当然了，我很想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喝点酒，跑题了。说啥呢？就说我老板吧，干啥事他都愿意跟我在一起干，他太操练我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一年365天嘛，就给我放一天假，就是清明节，让我给我爸上坟去。那这老板还算挺有良心的。有啥良心的？他就怕我爸找他。姐夫，就咱学校这规模，有那个必要吗？规模虽小，但是必须得正规，我们要有个仪式感。点名。你还点？
点。语文老师到了。数学老师到。英语老师 I'm here。 校长，校长你也敢点，你傻呀你啊，到。保安到。齐了，时间快到了，咱们该上路了，能不能再给我一条生路，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机会对于每个人来说只有一次，早知今日何必当初。这事儿就没话了吗？我以后好好工作还不行吗？我以后踏踏实实做人还不行吗？难道一定让我去接受人民的审判吗？不是贾总，你就上台做个报告，你这戏也太足了，还有十五分钟呢，县领导就到了。王秘书，咱们公司口号是啥？你不要老让我背口号，口号我天天背，来呀，天天来一遍呢。企业想真好，踏踏实实搞，天天做报告，公司很好，不了好不了啊，好不了好不了。你大孙子上小学了。漂亮，这大孙子这是吃化肥了是咋的？这咋这么快的呢？上小学了啊？爸，所以呢，我有个想法，你现在呢，马上搬到养老院，把这个房子空出来。哎，那个儿子，你先让爸思考一会儿啊。思考啥呀？我思考一句，就是既然能骂你，又能播出的话。哎，爸，你先看看你。来，看我嘴型啊，滚犊子！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什么玩意儿？一会儿六万，一会儿六十万的，存折是假的？啥呀？存折，假的是不是？啥玩意儿真的？我跟你这么多年了啊，我把我一颗心都给你了，我什么我都不图你，你整个存折还给我整个假的？存折是真的，数是假的。兄弟们姐妹们，我认为没有必要这样。俗话说得好，一分钱并不能难倒英雄汉。没错，那这是2000万呢。2000万，那咋办呢？破产了，公司黄了，用普通话形容就是完犊子了。走吧贾总。哎，走吧贾总。哎，再来一遍，走吧贾总。我的妈呀，一声声的呼唤犹如暖流沁入我的心田。兄弟们，我知道你们舍不得我，但是没有办法呀，我们几十年以后再见吧。走吧贾总。你欠我们3个月工资是不是今天该结了？那时候的最矮的楼房2万层，下楼6回狗，坐1个月电梯。一梯10万户，层层停啊。你别认为长生不老是好事呢，两口子过好几万年了，那点悄悄话说几十亿遍了，翻过来调过去，说的人听的人都想吐。还不让生孩子，俩人在家干嘛？说离婚再找一个吧，禁止生育，没有新人，身边的熟人都找过2轮了。实在没辙了，上医院央求大夫，您弄死我得了，我真活腻了。大夫挺为难，哎呀，弄死你细胞超强再生，你还得活过来呀。我是无能为力了，你看看中医吧。到中医院一瞧啊，活腻了的人太多，现在挂号250年之后才能看上，等不了啊。从号贩的手里买一高价号，老中医给号了号脉，
你没病啊？是没病，我是来找死的。哦，那给你开两盒伸腿瞪眼丸吧，这可是自费药。行，只要能吃死人，花多少钱都值。你吃着看吧，真吃死了呢，也别高兴啊。万一两盒都吃完了还没咽气呢，也别埋怨我。病人给老中医鞠鞠躬，真吃死了，我给您送锦旗来。